皇家马德里攞过九届欧联、32届嘅联赛，仲攞到西班牙国王杯嘅冠军。马德里体育会一届欧洲冠军杯冠军，两届欧霸冠军，应届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，两雄响欧洲最高舞台再遇，仲会搞成点咧？星期六深夜1:30，足球解读 Crossover Only One FC 再加埋广播，为大家带嚟2014年度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直播。到时记得登上 Only One-Radio.com/UEFA。